就是收集资源吧，茅草啊。人物快饿死了，我要赶快找东西吃了。胡萝卜，哎呦，这个就是萝卜啊。看到你之后，就一直标记你在哪。先回去一点，把东西丢一丢，身上一堆东西。你有没有做火把？没备火把，晚上你看不到路。哎，松果可以种树哎，我操！可以种树，要先找东西吃，肚子快饿死。找不到你，好，好像要吃萝卜是吧？你有萝卜吗？可不可以啊？也要萝卜吧，我要去找萝卜，顺便兔子肉就可以吃兔子肉啊。肚子有够饿的，刚才有萝卜，现在看不到。收集茅草啊，树脂是基本材料，很重要。哦，我看到萝卜了，有萝卜了。那乌鸦吃的，所以要那个，好陷阱才是放乌鸦。可是我记得我之前用乌鸦陷阱，好像只会有羽毛，不会有肉。干嘛种树在这里？这么无聊、啊。兔子都被你赶走了。不知道干嘛？我研究一下。雨伞。治疗药膏，不知道怎么做。换别人的线，这边老鼠都被你赶跑。上面的，这上面还有兔子洞。不见了。记得有铲子，是不是做个铲？科学机器哦，要靠近这个机器才可以做。对啊，
要铲子啊，这个还有剃刀啊，就墙壁啊，就是墙壁啊，把那个以后用到的东西的地方。我记得去挖那个兔子窝，兔子会跑出来。还有土拨鼠啊。有了，出来了。有了，等，就在这里等他。吃。耶、yeah ！哦，一只兔子还要点杀害，那赶回去。不，差点死掉的。我们的那个营地嘞？哦，在这里。对啊，那个木头会烧啊，还烤兔子肉。结果只有一份而已，我妈还是超饿的，我人都快饿死了，我要去找东西吃。你的兔子都无法满足我。背包，可以做背包，很靠近那个机器可以做背包。钓竿，不会呀。钓鱼。哦，突然多做一个包包去了。靠腰，啊！啊！被癞蛤蟆干掉了，癞蛤蟆好强。的衣服